上次都是在维多纳威尼斯大学来的结果。其实比如说这个团队可以有摄影师，有 painter， 还有啊 photographer， 还有这个 video 的记录，整个的这一系列还有 producer 一系列的记录。我们这一行其实挺 happy 的，非常的一个明确一点啊，挺好的。到那儿就开始准备工作，而且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啊。像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这些是这个两个助手，这个马蒂尔和马舍，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聪明的，而且他们是学生嘛，也是不断的，我是从第一家慢慢的也教了他们，慢慢的，而且现在到了最后一家，他们已经很成熟，遇到我就是说我将来遇到什么问题，他们也有很多经验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包括我觉得Paula做的这个 video， 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我从来没见过我能在这个没得 video 在那都是这样，我都觉得自己都特别，我特别高兴，特别 happy。Pochissimo capo in inglese sono sufficienti e sono diventati quasi uno slogan per noi.